派有网友将保琪手猥琐同叶坤手原来他不够爱我两首歌整咗个 mashup 版本，正到大家都想佢整翻个真 cover 啊！嗱，你哋嘅要求两位吴生听到啦，今日佢哋就 upload 咗条片，有请原来他不够猥琐。原来他不够爱我，原来我坐后备座，原来相爱并非讲求，还要被说是太猥琐。八万人鉴定为好货，苦笑为何他只见最差的我，就算献出母亲心待我，也是我的错。宝琪同坤哥呢个组合真系相逢恨晚啊！其实我以前系帮吴业坤剪过一条片咧，就系佢演唱会第一个一场人生嗰个演唱会嗰条片，跟住所以识佢，我帮佢剪片先嘅。点解有呢个构思 crossover？ 系因为其实我同坤哥识咗好多年，以前其实已经好中意佢，即系唱歌啦，即系好中意坤哥嘅声线啦。即系原来他不够爱我呢个声都系好好中意啦，即系嗰首歌。跟住我第一次出歌就系、是、都系舒文同埋 Larry。同埋 Y 文嘅即係曲詞編監啦，咁啊，即係大家啲覺得呢兩首歌其實都幾夾，跟住就開始繼而同佢傾，不如我哋試下crossover 呢件事嘅，跟住上網又見到有片咧，有人咧真係整過出嚟啦，所以最後我哋即係我就揾人重新編曲同埋錄音做呢件事啦。唱一首又點夠喉啊？如果可以一起現場 jam 歌，就正正字啦！希望都可以真係可以同坤哥，即係可以喺啲 Music Panda 啊、超級啊呢啲地方夾唱歌，因為其實如果講唱歌，即係我係好中意坤哥，坤哥係我嘅音樂嘅偶像。坤哥都有呢個諗法㗎，佢轉發寶琪個 post 都話希望有機會上超級一齊唱，而昨晚佢都 po 咗同寶琪嘅合照，寫住原來姓吳嘅都不夠猥瑣，谷下呢首 cover。